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黄旭文，我系人民力量嘅立法会议员黄旭文，我又呼吁大家礼拜日记得出嚟投票。呢个是何荣东候选人人民力量的选区，他只有一个人，咁就好像羊入狼群咁样，但系都好努力咁样一个人喺度默默耕耘，我哋应该俾啲掌声鼓励佢嘅。Hey, 大家好，我是刘勇啦，咁今晚是人民力量聚餐，咁啊又系非常之盛大的晚宴啦，咁啊多谢各方支持者出席，支持我人民力量，咁我哋会继续努力嘅，咁希望嚟紧嘅选举或者嚟紧嘅社会运动咧，都会继续大家可以多支持我哋。人民力量，
多咯。全港有錢人，今次好多謝我老婆，好多謝我老婆支持我，好多謝支持我，好多謝黃家良支持我，好多謝陳家樂支持我，好多謝人民力量支持我。哇！我係曾志偉，今屆最佳嘉賓，咁啊好多謝各位嘅支持，我哋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咁啊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嘅新民主運動，做我哋孤立但堅定嘅呢一個反對派。你好，我係陳宇文，多謝大家支持我哋嘅人民力量協助標準運動，2012我哋再接再厲，多謝大家。彩陽村彩虹鄉村民，我是歐維剛，多謝你賜票給我，無言感激。我們人民力量會繼續努力，繼續為香港的民主奮鬥，多謝你。你好，我是郭志堅，2012再接再厲，人民力量繼續努力，多謝大家。我朱景亮，多謝大家的支持，一日民主夢未成，希望大家不要放棄，繼續努力，多謝大家。我陈天赞，多谢大家的支持，人民力量新民主运动2012再接再厉，多谢晒。我支持过我朋友，今次区选就虽然即系嗰个成绩唔系太理想，我首先要多谢一直帮我嘅义工，第二就投个票俾我嘅人。明年2012甚至一路都有个民主路长，大家互相鼓励，互相支持，我会继续努力，多谢。你好，我是叶志德，各位富昌区的选民你好，多谢你投票给我，希望你下年2012投下黄毓民一票，多谢，拜拜。会选举啦，咁我谂下，我哋30号嗰个造势大会睇到啦，我哋俾乌溪山大有长进嘅啦，共产党犯咗一个愚错嘅原理啊！他支持左派就打擊右派，最終他會吃苦頭，因為一國兩制嘛，違反一國兩制、違反原理的事情都是不可以玩下去的。大家好，我是Sam，你考三年，咁咧就好高興有呢個機會去參選啦，同埋更加多謝啲義工，風雨不改，因為嗰度真係好大風、好大塵，啲人又散，但係咧都係風雨不改支持我哋人民，咁啊希望下次再接再厲，大家可以傳承呢個精神。我張淑文，多謝各位社會區嘅街坊支持信任嘅一票，我會繼續努力，多謝大家。各位龍門區的街坊大家好，首先很多謝有居民可以在這次選舉裡面可以支持我，我接下來都會繼續努力為地區貢獻的，多謝你。各位人民力量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荔枝角北的譚世傑，很多謝呢今次呢你們選民出來支持人民力量，還有也很多謝人民力量和黃毓民先生支持我今次的選舉，下一年就是區立法會選舉了，我希望各位繼續支持我們下年打好一場勝仗去，多謝你們。大家好，我是美孚莊的曾麗文 Judy， 今次出選我很榮幸，也很感動，可以在民主路上貢獻我的一分力量，很多謝美孚470位的選民支持我，你們每一票都是很重要的，而我也會繼續去為你們服務，有什麼事可以繼續聯絡我們，多謝你人民力量的曾麗文。我是錢偉樂，即是老美男，今次選完這樣就我們覺得這個票債票償運動無論最後的結果是怎樣，我們都是不計較那個成敗，希望可以將我們的信念去傳遞給香港每一位的市人市民，最緊要我在這裡，我在這裡有一個深切的鞠躬，是多謝每一位的義工和支持者對人民力量的支持，我衷心感激。
大家好，我是人民力量的代表，龙城选区的客炮周俊桥。咁我首先咧喺度多谢各位手足咁样，咁多谢你哋咁样去支持我哋。咁我从来咧要坚守原则，追求真理，民主路都是一条窄路。但有你哋嘅支持，我哋咧大把力气继续走落去。冇你哋就冇我哋，加油加油，我哋继续上路。多谢大家，多谢。大家人民力量的支持者和所有的義工朋友，包括我現在這幾位上門，和有些不想上鏡的義工，可以為街坊服務是我的榮幸。希望下一屆有機會的話，可以有一些上門和一些年輕人繼續支持，繼續為人民服務。多謝。艱難做時勢，風雨生信心。選完之後咧，我哋知道原來真係好多人支持我哋嘅，即係譬如我去茶餐廳啦，去健身室啦，甚至咧去大餐廳都會有人走埋嚟叫我撐住啊！我哋支持你噶，下次實得嘅。我因為有大家支持，所以繼續會努力嘅，希望大家都繼續支持我哋啦。住啲人咧，你係要企喺度，真係望住啲選民或者市民咧，你真係要聽佢講嘢，因為有好多唔反對聲音。咁你點處理啲反對聲音，同埋點樣去激勵你嗰啲支持者咧？咁我會學到好多呢方面，對住真係面對住啲，好似好多啲唔同，咁啊好開心有呢個機會。多謝大家支持，我哋人民力量呢一次區議會選舉，我覺得係超額完成。尤其是係我嚟講咧，喺閒姐嘅黃大仙龍上選區呢、這個左派嘅根據地，能夠攞到9% 嘅選票咧，我真係覺得好滿意，亦都覺得好感激。呢一次嘅選舉經驗非常之珍貴，亦都希望大家可以攞嚟做參考。其實無論個對手有幾強，無論幾大嘅挑戰幾艱難都好，其實只要大家一齊團結努力合作，我覺得係一定可以排除萬。披荆斬棘，能夠攞到好成績。各位你哋好，我是 L18 的蝴蝶村候選人温瑞琪。咁今次好多謝我義工幫手啊，咁咧就呢個嗰個選舉好順利咁樣進行，我喺度深深愛我嘅義工，多謝多謝多謝，多謝你，拜拜。要擺上人好。大家好，我叫阿遠。非常之短暫，只有幾個月，但學到嘅嘢非常之多，同埋都好高興識到好多兄弟，咁就而家佢哋都成為咗我嘅朋友，咁希望有機會再繼續同大家一齊去打呢場仗。多謝。大家好，我係候選人 A12 區嘅嚴達明。咁啊，區選之後咧，個生活咧逐漸慢慢回復翻一啲正常嘅狀態。咁啊，空虛梗會有啲嘅。咁我嘅成績都唔係特別差，咁我對住金乃威咧都攞到一成嘅選票，咁當然噴口水噴到一成翻嚟咧，咁我都覺得相當之滿意啦。咁希望嚟緊呢四年裏面咧，可以繼續喺為人民力量爭取更加多嘅版圖，就咁多。多謝各位義工啦，各位選民嘅支持啦。咁今次投票率雖然好高，咁但係都證實咗人民力量呢個路線咧係好多人支持嘅。咁只係我哋個宣傳嘅力度唔啱嘅啫。大家好，我係阿蘇李慧賢，多謝大家嘅支持。今次咧嘅區議會選舉咧，有好多嘅義工朋友咧都支持我哋人民力量嘅。咁咧喺2012年，人民力量再接再厲。大家好，我是人民力量麗樂區的候選人張明東。今次的行動雖然追擊行動未能夠成功啦，
但係喺另外一個層面嚟講係成功嘅，因為我親手咧都派咗五六萬張彈章，呢啲彈章咧全部都係宣揚咗人民力量嘅理念啦，要債要償嘅理念啦。咁呢啲彈章其實起咗一個好重要嘅作用，因為可以令到啲選民醒覺嘅。咁我哋期望咧將來咧我哋選民能夠作出改變，我哋可以有進一步嘅成功。大家好，我是星事醫生歐陽英健。咁我出選黃埔區嘅，今次咧其實俾到我自己咧學到好多嘢，亦都係對自己嚟講係一個好大嘅磨練。咁我總括嚟講咧，覺得已經超額完成，所以咧一啲都冇遺憾，並且好榮幸自己能夠有參與今次票債票償嘅新民主運動。希望喺未來咧，我哋人民力量有進一步嘅發展，大家咧要更加鼎力支持。多謝曬。各位人民力量支持者，我哋2021年嘅區議會選舉就完結啦。希望大家收拾心情，繼續支持我哋人民力量。我哋嚟緊會再接再厲，去再戰2012立法會。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首先咧，我真係要多謝好多有投票過俾我或者係冇投票過俾我嘅人啦。咁投票過嗰啲咧即係再次衷心感謝啦。冇投票嗰啲咧我希望用餘下嘅時間去感動到你啦。希望如果再有機會嘅時候咧，你嗰票係屬於我噶啦。咁當然都要多謝好多曾經喺成個選舉上面支持過林宇陽或者協助過林宇陽嘅人啦。嚟緊都係繼續努力啦。例如我是中環區的蘇浩啦，咁今次咧雖然咧就可能大家覺得成績唔係幾好啦，咁但係我覺得就大家唔需要灰心嘅，因為咧經過呢次選舉之後咧，我哋人民力量咧就有多咗一班好多新嘅有力量嘅候選人，咁相信咧對我哋組織未來發展咧都會好有貢獻嘅，咁所以請大家繼續支持我同埋支持人民力量，多謝曬。大家好，我是翠翔選區的梁永超，多謝各位咁耐以嚟的支持，其實最緊要多謝嘅你哋，因為如果冇你哋幫手，我哋咩都做。民主呢條路好漫長，希望大家可以繼續幫手支持我哋，支持人民力量，支持自己。多謝各位，我哋會繼續努力，2012我哋會做得更好。多謝你。今日咧就係人民力量嘅聚會，咁啊戰後咧當然好多複雜心情啦，係嘛？但係唔緊要嘅，我哋再接再厲，喺呢個嘅四年之後啊，這個嘅2015咧，我哋一定會翻兩番，不但議員嘅人數翻兩番，我哋嘅支持者參選人數全部要翻兩番。總之我哋打不死，用拼搏嘅精神，一定搞到去天翻地覆。大家齊齊努力。为了心里梦想，用闯，用这果足地方去忍，承受难，承受凄凉，创伤，刺激潜伏能量。晚黑没有星火发光，破开云雾里重见光芒，我心谁亦无法去躲。
想，为了心里梦想，跌倒也要一口气闯。